上车。加油站老板说让我们先去草原上看看，说不定能直接找到车。上车。我还有三个朋友，我去叫上他们，等一下。 干得不错。 还有雪。 看什么呢？鱼刺走在下面。啊！回来，我带你去。不用。我叫你回来，听到没有？不就是当初我甩的你吗？你孩子都有了，还一副我欠你的态度做什么？ 没听见，回头做什么？人家姑娘不愿意理你，不行吗？那个，别见怪啊，姑娘，这个我们陆队啊，不，是钱大队长，这两天啊刚交完辞职报告，闲的发慌，阴阳怪气儿。
你不是说我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，怎么觉得请我吃饭不值了？哎，姑娘，那个别太见怪了啊，我们陆队啊说话特别呛人。我知道。其实呢，这个陆队现在也是在犹豫要不要回北京，正犹豫着呢。 也不能说是无业游民，最多算是短期失业。不一定回去，带着老婆孩子回北京挺麻烦的，弄户口也麻烦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可以找我。看来你儿子又搞鬼了，不至于吧？他妈怕你，怎么能跟你使坏呢？也背不住。 最近长大了，有点胆肥了。姑娘，是这样啊，姑娘，别见怪啊。那个呀，是我儿子，我儿子啊，知道队里光棍多，一到兄弟们相亲的时候就使坏，管这个叫爹那个叫爹的，整跑了不少姑娘。不好意思啊，原来那不是你儿子，好可惜，他好可爱，他可爱。 那臭小子鬼见愁啊！啊，对了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秦明宇，是陆彦辰大队的。那个臭小子是我儿子，叫秦小南。归晓，不是要去厕所吗？忽然不想去了。 平时自己住啊？嗯，他爸回来就把设备收拾一下，住上铺。怎么不申请宿舍呢？带着他一起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要是真有任务时，工作时间不定，怕孩子租住宿舍，一是给打扰作息，二是看他爸经常出去，胡乱担心。 现在的孩子都聪明，他知道他爸是干嘛的，那不照得担心啊？而且现在很多的排爆电影，他看了都不会好奇问你们吗？通常我们的回答都是，电影里都是瞎编的，没那么危险。原来都是真的，挺危险的是吧？ 朋友也不能说吗？一行一行的不容易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就这些。嗯。他爸都不给他买衣服的吗？ 而且租房子怎么不租一个大一点的呀？这爷俩住这儿会不会太小了？关门干嘛呀？外边孩子看了误会了。关门好说话。哦。他父母离婚了，秦明宇争取到儿子。 但是他内心觉得，耽搁了小南的妈妈，给对方补了不少钱。这样啊？他现在养父母，还要养儿子，不敢乱花钱。衣服我收拾好了，书你书信你收拾吧，我先出去了。 我们说好天长地久，却终要走散。等到慢慢放下抵抗，任时光流转，不曾想爱情不是历经磨难。那么，我爸说他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。知道了，让我看看。没事，我先出去了，不让孩子误会了。 出去。哦。
一会儿就不冷了。陆晨。学校有人特烦，放学老堵路。你要是在就好。追你。不看了，不想看。要不我们俩换个位置吧，这儿暖和。不用。想和你看日出，我去倒杯水。定格瞬间，闭上眼，偷偷许下了你背影，沿着长路的遥远。变成我荒芜梦境的真切，又再有人追你，心都是说你有男朋友，少年温柔的眉眼，我说了，肆意张扬的再靠近一点，你是我青春羡慕的流言，你是我渺小心跳。二姨，我先走了。快回去吧，早就让你回去了。喜欢我吗？有你这么问的吗？你一定默默擦拭了好久的时光，甚至生命在寂寞如迷失才有光。就说完了。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晚上，把手给我。你一定偷偷去过了最远的地方，带回剩下的绿杨和秋天的落花，在一个永远静默的晚上，一首悲怆，青春无恙。
我去外地上警校，不能常回来。嗯。有时间给你打电话。有假期回来看你。嗯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这道题。嗯，看一下。我来帮人带句话。小卖部的老板说你上午拿了一包干脆面，让你放学的时候把钱送过去。知道了。帮我把早上的干脆面钱给结了。不是，有个小姑娘已经给过了，她说你今天比赛拿了第一，请你吃了。那我就再买点东西吧。这是谁放的？我放的。哦，晨儿哥让我放的，他说你让他帮你买的。哦，你帮我谢谢他。不是，就在隔壁七班，你自己谢呗。好好好，我去。哎，晨哥，龟晓说谢谢你。知道了，帮我跟他说。不客气。你说，你最近干嘛呢？同学聚会以后就没看见人。上班呗，还能干嘛呀？哎，给你说个事儿啊，我刚听说，赵敏山不是前两天刚离婚吗？哎，我是听说啊，桂晓，我是听说。陈哥不前两天刚回来吗？俩人要办事儿。谁？陈哥呀，我想着陈哥上趟回来你就找过他，就来和你说一声。陆晨回来了。是啊，昨儿回来的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们高中校草让赵敏山给摘了。哎，还有啊，赵家已经准备办喜事了，订的酒楼就是孟小山开的。哎，你不是和孟小山熟吗？你问问他。肯定比我清楚。曾相信努力就不留遗憾。先不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聊吧。那行，再见啊，提前过年好。过年好。承担啊，我们说好天长地久，却终要走散。等到慢慢放下抵抗，任时光流转，不曾想爱情不是历经磨难那么简单。我们等到剧情反转，还保留期盼，站在你不再也流不出泪的夜晚，街角的路灯途经的暗淡，一切太晚。还爱我吗？
白超说你要结婚了。叔叔要结婚，会比较忙。我在车上跟你说的话，你自己也要惦记着。还有，如果在学校被冷落了，记住桂晓阿姨说的，转校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，久了他们就接纳你了。阿姨，你继续忙吧，我先走了。边脏，没收拾。没事儿。你去屋里看会儿片子，我一会儿做好了给你送过去。我想看你做饭，我都没看过，好奇。你什么都好奇。那你等会儿，我收拾一下。嗯。我给你买了烧烤，自己去吃。好，知道了。啊！好辣呀！要不要给你留点？不用，我不好这一口。正好吃完。想怎么做呀？想怎么吃？蛋裹着炸吧，真不嫌麻烦。反正不是我做。和张美山的事很复杂，但和你想的不一样。我知道。看来秦风把该说的、不该说的都交代了。
穿过蒙尘岁月，仍在原地等候，勇敢的桂晓，把心情说给我一些时间，不再辜负与你所有，赶快闭上眼靠近，感受你温度，在你的世界我不想要退路，暖着我不再承受孤独，我们的重逢却回到最初。小南还在修理厂，那你先回去吧，万一你爸又去了。我先走了。我给我弟打个电话，看他们到了没有。过五分钟之后再打。好。赵敏山的事儿结束了。我呀，下午和你们办正事儿，不好说。这也是正事儿。到了，快下车吧。你脑子筋又断了？我是下意识的，我这手呀。刚才没认出来那是陈哥的车，所以才按了喇叭键。你按就按，紧张什么？走吧，从这儿上去。开车来，开车太辛苦。好。砰砰砰闹心。哦，你还没有起，没看到我发的信息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我很想你？走了吗？
陈哥，嗯，还好没被看见，怕别人看。不怕，有什么好怕？我相信你行。你说你是来办事儿的，来得及吗？我可以自己叫车走。爸呢？那我喝完这个就走。今天休息，不急，你慢慢喝。睡了吗？还没。消息啊，笑得这么开心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问我睡了没，我说还没有睡，他就说你早点睡吧。嗯，没话找话，有情况啊。在忙吗？今天放假。那你秦小南还好吗？他说想你了。不用，
我过来看他，正好看看孟小山。奖励你的。